济公府男子满脸通红，左手往衣服里伸，搓了好几秒，又用左手的手指搓啊搓。对面妇人张大嘴，准备接药丸，第一时间似乎没接到，扮成济公男子再丢一次。你丢我接，伴随锣鼓敲打声，拍下影片的地点再加意。不管是为了进香，啊进香刷的时阵，伊就走去楼顶遐坐，伊的动作拢会提前等红姐，啊这种蛮健康伊。 迄个无形的物件，咱那那讲我就仙丹头，你只好你提平，安尼解办落安尼。寺庙是居民济公信仰中心，随处可见济公雕像，庙方强调进香团多，影片中扮成济公男子，并非庙方人员，研判是外地进香团，担心引发不必要的争议，庙宇的入口处贴了好几张黄色告示单。你若是有人来遮咧做诈骗吼，你甲看视频就知影，啊，阮内底嘛会注意。 你讲只是上面，我拢会去注意些啦。哦，我们当天也无需要惊恐骗、受骗。我们会派人员去进行稽查，如果查有现行犯的话，会后续依照医司法来进行移送。影片中扮济公男子疑似丢了空气药丸给妇人，庙方解读是济公信仰中的一项传说。贴告示特别提醒信众不要误信，以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。三立新闻刘国雄、王玉文加以报道。